好，我们来看看，在昨天我超度台湾啊，这个师姐，这个台湾啊，苏啊师姐法身超度啊，这个北区、中区有南区啊，水分不够，所以火给北区啊、中区啊，这个啊带往西方。北区石门水库有 32.1， 新山 72.5， 翡翠有 39.9。宝山啊有38.2，永和啊有20，明德有19.5，那中基啊吕玉堂有16.1，德基水库有54.5，雾社水库有15.5，日月潭累计有10.5，齐齐蓝燕蓝河燕有12.3，湖山7点好，我们来看看啊，现在佛要送这个。北区风神雨神啊，雷神电神啊，这个北区啊风神啊，如八家眷之名，风中幽灵永众生，参与降雨众灵啊，成长无量大树带的风神如八啊，有托教三七万再来雨神寒雨时，家眷之名大小雨滴，无量大树代表雨神寒雨时，有托教三七万雷神啊。陈方树家眷子民幽灵永众生南极树雷神啊，陈方是三七方电神啊，包羚羊家眷子民幽灵永众生南极树代表电神包羚羊有错在上降雨所伤害大地森林原文的动画草树木无量大树代表光明常求全上参加降雨无缘众生无量大树李中有求全上那南区来讲啊。这个中区啊，风神杨富松家眷子母风中幽灵永众生，参与降雨诸众无量大师叫风神汤富松有众生这个雨神高庭生家眷子母大小雨滴，无量大师代表雨神高庭生求福转生雷神呐、简房印家眷子母房友这个幽灵永众生南极树雷神简。防疫有错的人电神啊罗龙西家庭子民幽灵永众南极树电神罗龙西求财神降雨所伤大地原为朗动花草树木无量大树代表张伦求救上神参与降雨无影无量大树代表夫喜高这个象征岁月匆匆过阿弥陀开始岁月匆匆过皆是以无常人命呢，渐缩短，身体渐老去，终有入土时，此为轮回路，诸子可愿此就像我们现在跟着佛主要就是自己的身体，就好像今天我跟这个老师讲我说你看看，你有一个肤质在这里他就看了说，我怎么有这气这么差，嘴唇黑的。眼神呢、很尖我说这就是你的肤质他看到有时候我很厌恶这个，你给我抓走我说我不能给你抓为什么这个我不能给你抓？你应该要跟他沟通他为什么会在你身体你应该要用慈悲心给他感化你不是说你厌恶，后来我又开导给他讲。其实你没有这个心，就没有这个复制了你有这个心，才有这个复制就好像我们今天呢、跟着佛在超度那我也给大众讲要听哦。我们没有办法超度一定要有佛超度不管你这比丘不修，你经讲得多好毕竟还要靠佛后来他就讲说，现在书记是你讲的，好像我醒了。我把我自己当作佛那我就给他讲说，好，那你把自己当作佛，你为什么躺在床上你身体一个细胞我在叫你看重叠很高，每个细胞重叠重生这么多，他看了就吓到，看他今天醒不醒，每次都是给他醒他不醒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现在我也给比丘你讲，我们人道没有一个人道的啦，为什么没有一个人道？这个灵
没有活的法界众生，我们没办法的啦。像你为什么搞得这么累？你看我搞得这么轻松，啊，我没有啊，我都听佛的。啊，你自己要我大，那我就没办法了。他就讲说，啊，没有人给我讲了这么多，啊，你就很敢给我讲这么多。我说现在问题就是你讲这句话，我要给你调整啊，啊，看不出自己的缺点呐、啊，那不是讲经的人呐、啊。我讲有没有道理？哎呦，变成火冒导致啊！那我也给大众讲，假如说人家好心给你开导，啊，假如好心给你开导，啊，你还是觉得自己伟大，那你要受苦，那我也没办法。我给他讲了以后，他说好了，这次我回去再看看这样子啊，错。所以这个岁月匆匆过啊，像现在我也给比丘你讲，包括师兄弟，我们现在福报大就是我们不要再给众生来附体啊，众生附体你跟着佛有你就交给佛，可以是你，我给大众讲你一定要改啊，假如说你今天都不改，那佛也没办法救你啊。我也给大家这次叫做恶力法门啊，恶力啊啊，一个我们的力量，一个佛啊，你跟佛心一样，你也在超度，那佛就来加持你，啊，这是很重要的嘞，啊，所以岁月匆匆过，啊，皆是一无常，所以你看一天一天浪费啊，啊，一天浪费就是没有见性啊，而且我给大众讲。岁月匆匆过，却是已无常。这句话很深哦，你没有方业啊，人命就先缩短了。像这个人道来讲，一定要化为找回法身的嘞，啊，要停止老化，要有冲力，要有能力，终有入土之时啊，此为轮回路。像以前人呢、啊，他不是火烧的，嗯。就是入土啊，没有人懂。那我们现在给大众讲，啊，像你现在在修行，啊，你能提升啊，你的灵出来就提升。假如说你今天啊修行都进入空间，那我告诉你，空间出不来。我给大众讲要听啊，啊，说诸子可愿此啊，此时虽啊青壮，转眼老病至，加上现在你看起来很年轻了、啊，老了，啊，几天不看样子变了，没有人懂的嘞。啊，所以啊，若要此一生啊，悉哉于佛地。所以来到佛地啊，啊，要会折法。啊，你能折法，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为什么呢？折法就是不把时间给啊浪费掉。啊。做无做无做都是接引众生，那你就赚到了。啊，说相关佛地修啊，并非平常事啊。这句话要给大众讲，佛的功夫你可以学下来。像现在我给比丘尼这样四众弟子讲，啊，做什么事情啊，一定要有啊，给自己提升啊，自己的庄严啊。啊，我行我素就把自己给害了，啊，所以相关佛地并非平常事，岁月匆匆过，啊，这是修行中啊，会是，啊，会是常能遇，日日皆珍惜，啊，就是每天呐、啊，你能开悟了、啊，但是我们每天呢、啊，
一天过一天，啊，自己也不能做主，那就输掉。这句话我也给大众调一下，叫每天过一天，越来越能做主，那我告诉你就去修行了。啊，假如说你啊，每天啊，啊都在修行，不能做主，那不是修行。没有人懂的嘞，啊，所以啊，回行回自性呢，业力转愿力，啊，这句话怎么讲？本来我们是待业来的，啊，做无做无做无做，把自己给忘掉，分秒不空过，啊，说专注当下。慈悲修往昔，假如你的心量能够纳虚空，那就不得了了。啊，像我们的都要持具的了，啊，自取越修自己要知怎么走，啊。这个怎么走？给大众讲宇宙总则，绝对不能偏，偏的佛就离你很远了，魔就跟你很近了。像我们今天跟老师讲他的复制，他说他很讨厌这个复制，啊，他就在你身体，他都给你做主的了。这句话大家好像听不懂，啊，自己的虚伪，自己的我执我见看不见，一个复制出来，才知道说，原来咳咳你不是真心咳咳。像今天啊，佛开始也讲，啊，不是这个，啊，老师这样，师众弟子很多都这样。这句话很深的啦，像啊学佛要聪明一点，啊，只要你自己抓住自己啊，觉得自己啊很厉害，你就输掉了。像老师讲说，啊，你今天给我开以后，我才知道，我都把我当我自己是佛。啊，你假如是真正的是佛，你不会病的啦。啊，我也给他讲，你看看从头无尽的众人，啊，你不跟佛，你没办法度的啦，他把你给淹没，就像这小孩子为什么进入空间？啊，像你们个性强，主观强，啊，而且自己想法都很激烈，在这空间你不能做主的啦。很多人不懂啊，啊，说个性习气抛啊，过去莫再做，啊，提起深深佛复心于当下，啊，这句话大家可能听不懂，啊，假如你有个性，你也不能坚信。众生马上大，啊！只要你想到过去，过去抓不来的，啊！提起生生佛，复心于当下，像我给比丘、比丘尼讲，要走这条路啊，什么都交给佛，啊，一身轻，很严重哦。而且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待业而来，啊，你要转运，就把自己给忘掉，一直愿力，你就把自己撞了。而且勇猛精进，一个度一个，一个度一个，一个帮一个，一个帮一个，就把自己给救了。
啊，提起生生佛复兴于当下，所以要给大众讲啊，其实现在个性呢，我给大众讲都会把业力找到，我看了很多，像我们家都是好人啊，没有一个坏人啊，人也是很纯的，就是个性把你给害死啊，我没有一有主观啊，就变形了，划不来的嘞。啊，我给大众讲，真的划不来啊，给大众讲啊，你只要转业啊，一定不要可惜。像我们一样，为什么学柔和之字啊？因为我们在度众呢。假如你个性强，谁跟你学？像在香港大佛寺啊，我也给大众讲。啊，你能扛起责任跟佛啊来救人，你很快就翻业。就像我翻业了，我是带众生苦而已啊，而且我来自西方。讲这个很多人呢 啊信不信由你，我也不要你信啊，自己做自己的，是好心劝你们啦。人体来讲，不要有这个性，也不要自己啊。就像现在很多人忧郁、躁郁啊，心绑住不安。其实这东西就是怕啊。可是你这个怕能够解决不行啊。你要真正的信佛，跟了佛啊，真正信佛啊，交给佛。像我都是交给佛的人，我只是做啊，看到以后做做就问佛啊，那佛就讲了，那我就一直开法。所以希望呢啊，比丘你啊多做啊，把自己忘掉，你就见性了。没有人懂，就像我什么都会。所以那时候我也给法学讲，我说你什么都要学啊，你什么都要学啊，你才能救人啊。假如说你什么都不学啊，只会一样，你就输掉啊。你假如说你什么都去尝试啊，什么都去做啊，人家叫你做事轻而易举，功德无量啊。假如说我喜欢做这个，我不喜欢做这个，我就喜欢这样，那我告诉你，你绝对不能度众，因为你有分别，众生啊，百百种，千千万种，啊，你喜欢度，你不喜欢不度，你怎么可能开悟？不可能啊！像现在，我也给大众讲，现在活在开导都是人体的构造。像我们人体现在也知道了啊，给大众讲，都给人家附体啊，都自己不能做主。假如说我们今天呢 啊修行来讲，自己个性都不改，你不可能见性的啦。这句话我也给你讲明白一点，只要你个性，你就有附体啦。谁敢？我不敢哦，我不要。没人懂啊，说佛地之性现呢，不老不死。像我看到我，你就知道了，能量好，也不用睡太多，而且智慧如海。像今天佛就啊给我讲啊，这个疏佛取智啊，这招非常好。现在我超度啊，我可以进到我自己身体。今天问了佛，我讲的啊，你真的想得出来啊，真的都可以的嘞。啊，帮助他一定要有法身的 啊，所以要给大众讲啊，并非梦中事，但要勤精进啊，一切自然啊。所以要给大众讲，岁月匆匆过啊，只要能够
好好的跟佛学见性后啊，度众，时间不浪费的嘞。像啊，对自己要有冲劲，要有毅力。那个毅力不是救自己，救众。啊，你把自己给忘掉，要救众很快的嘞。啊，人道好不好修？只要你个性改，都很好修了。我在讲个性改，可能大家听不懂，我好好的强调，啊。个性改就你没有自己的主观了，啊，没有自己的想法，那你个性就能够了，啊，你就能够改。假如说你今天要改个性，还是有自己主观自己看法，那我告诉你，个性改不了。现在没有人给你抓的这么细哦。我看到你们都是这样，想要改，个性一点都不改。那个性，只要你有个性，你想要见性不可能。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像我们现在年轻是有时间性的啦。你看今天又礼拜三了，很可怕的嘞。啊，假如说你今天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啊、礼拜天。一天都没空过，我恭喜你啊！你真的修行了呐！啊，假如说你一天啊掉乱单，两天掉了，你就输掉了。而且给大众讲，你们呀，在我们这里才听得到，时间不留人呐，一转眼就老了。啊，不能骗人的嘞！就好像说，哈，我本来体力很好，突然没体力，啊，这就叫附体啊。像我们现在在学佛来讲，做五做五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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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没有自己啊，你就赚到。所以我跟你讲，你们要修行的心啊，一定要解开，啊，要怎么呢？来克服自己啊，里面五十兆细胞的重力，没有念头就找回自己了。在我们香门大佛寺修行能不能容易？找回自己容易的，主要在进化。像我们都在开化的嘞。啊，能够救一个算一个，这是佛法啦。假如你自己一天到想到自己，我怎么怎么，你不可能见性的啦。啊，信自己有没有信佛？啊，听经有没有消灭之性？啊，你所的形象能看的要不要学佛？这三个很重要啊！假如说你不行，你就输掉了。像我们的日子来讲，啊，一天一天过一天很快的，啊，你每天就啊懒散散的，拜佛也不行，啊，念经也不行，是吧？你这人已经淡掉了，那就太可惜了。啊，而且业力不能转，欠人家一屁股债。啊，这欠一屁股债，大家听不懂。你越有个性呢、啊，只要你思维有动，心有波动，业力就到了。没人懂。很严重的嘞。假如你在我们相关大佛寺，佛秒不空过，专注当下，你不得了。像我也给大众讲，其实修行非常简单，啊，就像我很单纯，一直走上来。
我没像人家想着讲，我不会。就好像我也啊，给老师讲，我信你就是信，啊，信佛就是信佛，我都交给佛。现在的事业是佛的事业啊，他救我们万灵，我们也是万灵之一。啊，我们要听佛的，不是听自己的，自己没有能力的，不行的啦。没有人懂啊。像我们现在学我第一个，对自己慈悲啦。假如你个性都不改，你怎么对自己慈悲？啊，今天你的业力是你个性把自己个性害的嘞。啊，就好像无缘无故就嗔恚，啊，无缘无故就生气，那你就输掉了。啊，你完全给人家操控，对自己伤害很大的嘞。这个分秒不空过，很多人啊不懂说啊，我一直做不是。这分秒里面啊，啊你都没有自己，你能找回自己？很多人做不到，像人体啊，它是科技的科技，要珍贵啊。啊，说专注当下，慈悲修万行啊，心量纳虚空。这句话很深的嘞。像我们现在也知道，啊，我们在这世间呢，身体是借用的。啊，只要灵性的提升，你一直想灵性怎么提升，啊，你一直想头脑一直想你自己灵性不能提升的啦。这灵性的提升啊，我也给大众讲啊，身体要空。啊，做不是我喜欢啊，我不喜欢，没有那么简单的嘞。啊，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都要做的嘞，因为这是佛地啊。这个能量真的是很重要，没有能量就像消气一样，哈、啊，所以智慧啊，破诸障啊，万行啊，轮回路，所以啊，转往西方行方不虚此生。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啊，哎呦，快乐不得了，家就在西方，现在的。跟佛接引众生，像我，我是讲给大众听，我的快乐是这样啊，啊，这个一直度众，啊，度众，啊，就回西方，啊，每天开心不得了，啊，看看这个大地来讲，能够扩展，怎么扩展，就是一直啊问佛，一直在扩展，很重要的嘞。像人道很快乐啊，我给大众讲要听。啊，又没有死，又不病，又能往生西方。像这条路，啊，全世界没有，每个人都等死，不然就老。啊，像我给大众讲，千万不要去养老院。啊，养老院你就输掉了，来我们这里好，八公斗水每天给你泡了。啊，身体就不得了了。不然你在啊，这个养老院等死，像澳洲人家盖得很漂亮的养老院，楼上楼下都有。啊，一间都要100万嘞，100万就台币2000嘞。而且自己吃还要自己，啊，吃住是有啦，啊，好像你在开销还是要自己，没有那么简单的啦。像我们弥陀村来讲，啊，你来买呀，我们在开花，啊，救一个算一个，救一个算一个，这世界没有的嘞，跟着佛做好事啊。
所以啊，转往西方行方不虚此生。所以啊，慈悲修万行啊，行啊那虚空。阿智慧破诸障啊，莫行轮回路。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假如为了这身体啊，我也给大众，大家要苏醒，不值钱，不值钱，很不值钱啊。啊，这身体啊，你能够救一个算一个，救人，你就很值钱的了。啊，说各系习气抛过去，莫抓紧。所以给大众讲，提起生生佛啊，复兴啊，与当下。啊，给大众讲啊，这个身体啊，啊，自己要去克服啦。那身体你说好不好克服？好。啊，不好的习气都改掉，对自己帮助最大。很棒的嘞！像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带业啊，你看看佛法啊，非常慈悲，叫我们提醒我们，一直叫我们改个性。像我们现在呢，大部分生病的人没有改个性，病就来了，也不懂。啊，其实都是带业来的啦，过去的业。像呢，这一次人家的李秀红做得很好。啊，一直做，你看，就是一个念头把众生给找到，所以我也给大众念头不可以。人是好人呐，想的不好，众生都找。啊，你们说不好刚刺激了他的众生，他就醒了。像我在教大众，大众要听我。啊，而且习气啊，最好不要。像我们习气越多的人啊，不能翻越的。啊，像我教你啊，啊，提起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你们做不到就输掉了。啊，佛号是观照无尽的嘞，所以提起声声佛，护心于当下。阿江也转成冤呐，妖梦精进成。啊，你看看，本来是业力来，怨力来，而且你细胞开始不老，啊，就把自己给救了。啊，将业转成怨，妖梦精进成，自信心观现，照片往里上。很重要的嘞，啊，所以给大众讲啊，啊，在我们这个佛地来讲啊，佛是住持啊，啊，我们听到住持的话，你看哪个庙住持要听住持的嘞？主持相关大佛事，听话对自己帮助最大。像我也给全世界出。出家人讲，有庙的讲，你们要知道哦，超度不是这么简单，会找你的。啊，像我们台湾啊，那个救世书就是给众生啊抓走的，没办法救世的，只有佛才有办法，他知道灵的个性啊。啊，说佛弟之间不老不病，啊，并非梦中事，当要清净。像不要看谁，看苏师姐就好。啊，我三十几年我都战战兢兢在做。啊，现在你看看带众生苦，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啊，能够做无做无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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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自己帮助很大啊。所以我给大众讲啊，啊，能够分秒必争啊，不功过，你来进行很简单啊，你越慈悲越慈悲啊，度的众生越多，你就分业了。像我给大众，心量非常重要的嘞，啊，心量对自己也帮助最大，啊，给大众讲，你越心量越大，你生女越好。像我现在最舒服了，什么都交给佛。我们没有自己的主观最主见。像你们要学我，我好心给大众讲。啊，不然这众灵这么多，我没办法。啊，众人一到我都提起南无阿弥陀佛，知道哦。所以啊，要给大家在我们相关大博士，你要进行那么容易，而且做得很快的，每天啊就很快，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快乐无比的啦。啊，并非梦思啊，但要勤精进哦，一切自然明哦。而且你就专业了，像我们今天学佛就是要专业，那么容易，只要你啊很快的跟着佛，每天开心，啊每天笑容，啊看到人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告诉你开悟很快，我跟你讲要听啦，心要快乐啦，不要为了身体啊闷的要死的，把你自己给害死。不值钱呐！啊，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只要你想到自己，你就输了。啊，说佛弟自心现不老不病死，病危啊，但要勤精进，做一切自然明。所以要给大众讲，要听哦。啊，像我们的人体，它是客气客气。啊，自心光照啊，照遍万里山，真的。跟着佛啊，很快乐的嘞，做无做无做无做，你就见性了。啊，你说见性那么容易，很容易，非常容易。只要你把自己忘掉，就见性了，而且心要快乐。像我们可以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啦。啊。一切自然明啊，并非梦中事，但要勤精进，就是净化自己啊，不能有思维啊，一直净化，一直净化，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而且我给他都要靠自己有，像佛法是恶力啊，你要净佛就加持。像我每天跟佛对语 啊，你看跟佛对语啊，我也给大众讲啊，只要你净法，跟佛对语很简单的嘞，不是天方夜谭。像最笨的就为了身体啦，啊，造业不值钱，我们这身体啊，啊。来做有用的，做无做无做无做。像你真正跟宇宙准则一样，我也给大众讲，你们要听，啊，你就见性了。我希望我们呢，啊，跟宇宙准则，不要这心叫你啊造业，千万不要。什么造业？自私就是造业。像我们这里是一体观的嘞，没有哪个大哪个小，谁都要做，做无做无做做做。所以啊，若是有缘之处去啊，
烟熟之囊助力线。啊，自力线、愿力线啊，愿力线一步一步迈向前。像也给大众讲，修行的头脑不要想太多啦，身体也不要想太多，剩余都不要用。啊，你用了这剩余力啊，而且自私啊，种子都长。我给你们教，你们要听哦。啊，靠自己就是做，一直做。很重要的嘞，啊，所以要给大众讲啊，什么都要靠自己哦，靠自己改个性，找回自己，像习惯、习性、个性好不好？不好，啊，你有个性，你看看。人家就阻碍你啦，给大众讲要听哦，啊，所以净土二力门，啊，佛力加持之力，这一切源头靠自己，啊，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我把你这秘密讲出来给大众听，就是我们有这身体，对不对？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众灵，啊，你要不想生病，第一个心改，啊，改什么改？跟佛心一样，做无作，无作而作，你就方业了。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啊，你假如说今天啊，给大众讲活在救人，第一个你心要改，跟佛心一样，你学我就成功了。假如说你现在跟着佛，你还有自己的想法，那我告诉你，你的业绝对过来。啊，笨死了，要交给佛了，我们哪有办法？啊！一生气啊，每天快快的做，不做不做不做做做做做做做，你就赚到了。没有人懂啊。像啊，我从学习开始，我讲什么就做什么。啊，我没有第二句话的嘞。这个叫做学佛啦，啊，今天才能够成功。假如说你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你就输掉了。说华严成就啊，进展顺利自然成，若是有缘之之去啊，缘熟自然助力现。所以自力现、愿力现，一步一步迈向前。我们啊，今天的听话。都有龙天护法帮助你的啦，啊，这病苦哀嚎是自己，无病无苦靠自己。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啊，为什么病苦？这个病苦啊，给大众讲，你只要有恶念啊，种子就到了。像现在在我们香闻大佛寺，也给大众讲，完全纯净纯善，没有一个不善，每个人都第一，没有第二的嘞。啊，你看你每天做无做无做，一直帮助众生。把自己问了，你细胞怎么会老？不会的嘞。开花。
啊，行于正道不偏心啊，自己坚持啊，靠自己。像我给大众讲啊，修行啊，每个人都一个个体啊。像我们的个体来讲啊，跟着父母不同啊，现在学佛了啊，心跟佛一样啊，以前父母没有教不懂啊，其实学佛好不好学，很好学，他都教你做好，可是你们就是不能做好啊，他都教你想好，可是你们都有自己主观，那不是学佛啦啊。假如你能够一百一百听佛的，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见性很简单的啦，你就找回自己啦。这样啊，我也给大众讲啊，啊，行于正道不偏心啊，啊，自取啊，坚持靠自己，都要靠自己的，不造业，为众。像啊啊，为众很多人都做不到，你也是众生呢，你不为众，那你就输掉喽。像人道啊，你看看整个异族啊，啊死掉的王路啊，都几岁都是为了钱啊，不然就为了色，财色名食睡，你看里面都有。第五条根啊，现在在要出书了，啊四五百页了，黄文出来了。给大众讲，人道需要教育，人道需要教育啊！啊，现在我们是佛的教育啊，你只要依教奉行啊，你这人就挑起来了啊！你还有佛心佛眼，你就不得了啦。像我们人道来讲，只要有佛心眼，你就放业了。啊，每天喜欢做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做做，啊，给大众讲啊，你就升级啦。没有人懂的嘞。像我给大众讲，静要听哦。啊，听经干什么？改自己，把自己错误见解错觉彻底的改，啊，你就放业了。假如我们今天啊个性很难改，你好苦哦。啊，我听了很多人讲说，哎呦，苏师姐啊，个性很难改，我说那你会很苦哦。啊，你为什么要这个个性？他说他也不懂，啊，就是有个性了，哈。常常给人家控制，划不来的啦。像我们今天独生独气独死独来，苦乐自当无忧待生，都要靠自己的啦。真正的面对啊，不要面子跟里子啦。像我们现在人呢，喜欢面子跟里子就输掉了。面对走，像现在佛在教我们呢、啊，我们要听哦。我们都走真理的路，人家骗了我们不管，我们都是真理，你就不病了。啊，人道很好修的啦，像我现在修得很开心的，啊，游戏人间。帮人开悟，你看我在啊，一直做做做是给人家好处的嘞，啊，帮助人破迷开悟的。
像我也给大家讲，肾脏病是要拉起来，不要跟人家一样，肾脏病你就输掉喽。就个性改就可以，啊，你个性改的就能离老病死啊，靠自己，无病的来，就像我啦。我是带众生苦，没人懂。啊，说不受名闻利养富，像这社会来讲，哎呦，因为很多出家人以为出家很好赚钱，啊，也不要有设计啊。啊，人家就拿红包，啊，这事情可严重。哎，以前我看到，啊，这个师傅给人家跪在古晋，我就给那个师傅讲，我说你怎么可以给他跪呀？很严重的嘞，而且你一身都是病，我看你小病像你都，啊，都病的是中药，啊，拿这个钱要陪葬的嘞。他说又不是要他给我又不说要不能要的啦。现在很多啊出家人观念有点错误哦。啊，人家是省吃俭用供养你，人家是要开悟的嘞。啊，你不要以为没有修，这事情可严重哦。啊，智能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天不了到皮摩带九法。啊，这事情很严重。啊，我讲的他听得进去就攻击，听不进去他以为他自己大，你就是讲现在生病了。好久我都看他生病了，也不能做主。所以给大众讲啊，不受名闻利养富。啊，这身体的名闻利养把我们给毒死了。啊，所以我也给我们家的比丘比丘不能拿家红包的嘞，我没资格。啊，你拿人家的红包，你要啊，你是因果要背的嘞。啊，自己要提升，主要给大众跟佛的心一样，啊，能够救万民，很重要。啊，一直精进，一直精进，进化。想把这个啊，以前父母没有教的个性都改了。啊，像现在的父母，他不会教的嘞。一个小动作都要教的啦，啊，你给他定型了，他很难改呀。所以给大众讲啊，啊，不受名利啊，啊，诱惑，自己要精进啊，不学靠自己。像现在我讲白点，他为这个身体付出就不值钱啊。给大众讲，主要在内在，内在，内在很重要。而且笑容满面，看到人就笑，啊，看到人就接引众生。你是佛好弟子啊，真的。相信呢，很多人呢、啊，对我佛来妈咪的误解非常深啊，很多人念佛啊。个性都不改，生病了。像以前呢，啊，这个在台湾，啊，李师公那边很多人讲经的来，很多人学讲经，啊，讲的天方夜谭，自己生病了，啊，这事情很严重，就是你讲的天花乱坠。
你个性没改，总之也找他。像我讲这个性一定要改，啊，有这个性不改不行的。你看一撑怒起来，啊，中正都到。像现在你啊，听我讲经也知道，啊，你的身体是你自己把自己给毒死了，要改哦。啊，法缘成熟时啊，进展啊，顺理自然成。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啊，像我给大众讲啊，像你在修行的时候啊，我就给你们讲了，讲过了。我们是来帮助你开悟，不要来迷，也不能迷佛，啊，也不能迷法师。啊，这句话怎么讲？现在我三十年学的，看到很多都迷法师啊。啊，还有迷佛啦，自己个性都不改，都生病。而且我也给啊出家人讲啊，比丘人讲，假如你不改，你生病了，啊，毁谤佛法的事情可大了，没有人懂得嘞。啊，所以要给大众讲啊，自己一定要改。啊，一切源头靠自己。啊，而且自力线、愿力线，一步一步迈向前，很好改的嘞。找回自己啊，那心量越来越大。啊，心量很重要哦。啊，再还有啊，个性不要啊，有自己主观。啊，真正的面对，对就对，错就错，啊，要去面对。你来进行很容易。像我们今天啊，要想见性，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可不可以？可以啊。真正找回自己的，像我们在学净土法门啊，一个净的净字啊，大家应该要懂。它就是要你身体的净化啊！假如你身体不能净化，你就输掉了。像现在人体在我们贵宝地看得见，你不行于正道啊！我给大众讲，你身体就出问题了啊！划不来的嘞！啊，你能够自力线，而且跟佛一样发48大愿，啊，看前面，一步一步迈向，往前一直走，你就见性了。而且你看一看，你见性了，眼熟自然助力线。像我们一直在做的，做无做无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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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有没有做？没做，没念头，很多人做不到。看了就开悟，看了就知道，帮助众生开悟的。啊，所以给大众讲啊。真正的面对啊，个性习气一旦要改啊，
改过不换靠自己啊。啊，像我们呢，也给大众讲叫恶力法门，爱一个佛力，一个自力，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啊，你说生病怕不怕？不怕，只要你改个性就没病了。啊，个性不改，人家就把你抓住了。啊，谁找了你个性把他找来的？啊，说坚持突破靠自己啊，万法唯心，救度啊，就是度众无自己，跟佛一样。你看佛一直在救，在救，救救，哇，这空间真的是很可怕，千百亿化身还不能解决的。哎呦，才知道这个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经营啊，不要再生老病死啊。像我们呢啊，能够停止不病不老不死，把自己弯掉可以的来。假如你今天啊笨死了啊，什么都是自己，我告诉你啊，你不能翻页的啦。难题再激烈再厉害，负题多就死定了。啊，说病苦哀嚎是自己啊，无痛无苦靠自己。所以行于正道不偏行啊，取之坚持靠自己。自力现难愿力显，所以一步一步迈向前。啊，若是有愿之之去啊，啊。严守指南，助力行。像我们现在修行不求回馈了，就是做啊，只要你尽心爱护，我就赚到。没人懂的嘞，啊，说法言成说啊，进展顺利指南成。所以给大众这样啊，千万不要生病啊。像现在呢，有没有看人家痛苦了？哎呦哎呦哎呦！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听到，啊，原来众生呢在做啊，才知道每个病苦啊，啊，是你个性没改找来的来。像我们现在在啊讲解佛的开示，啊，给大众讲，主要就是啊。自己要去翻页了，重点的给大众讲啊，个性要改。你看，个性害我们呢，很苦的嘞，没有人知道啊。你的个性把你五十兆细胞给苏醒。没人害我们的嘞，啊，所以自己要去面对，错就是错，对就是对，错就赶快改，啊，对的就多做，多转，对自己帮助很大。像我们想见性。个性改了，不能再犯了。啊，你常常犯啊，你没改，这因果背不完的嘞。像现在，我也给大家都是个体啊。啊。这个个体啊，我也给大众讲，要听我。啊，你精进，他不精进，差起来很悬殊的嘞。啊，你每天抓紧，分秒必争，你不一样的啦。不然你看看你们的排位怎么烦呐、啊？啊，排位都是巫师，不然就杀到淫妄。
很难还的嘞。那怎么可以还？没有念头。啊，做无做无做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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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做，给到你就赚到了。啊，越支持越把身体越拉得很紧啊，你的病就越重。啊，你把身体给布施掉，做无做无做，你就赚到了。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就是讲的由自己大部分负起制度。像你看看，我这些就是没有自己，你看，我是现在里面出来的来，就知道我从小到大众生有多少在身上。那你们还得了啊？我都在超度的嘞。啊，现在我的法缘成熟啊，啊，我已经把我的众生一直往外啊请出来，只要你个性改，也请不出来，都可以的嘞。人道很棒的，啊，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啊，只要你能够去面对，不要面子跟里子啊，你都能坚信。现在人大多是面子里子啊，啊，没办法克服。一想到你啊，啊，你就起步，你怎么去坚信？没人懂的嘞。很可惜啊，像这么好的佛法，活着开始。啊，净土阿利法门，佛力加持自力者，一切源源靠自己。啊，法缘成熟，进展顺利自然成。啊，现在法缘成熟，跟着佛。啊，若是有愿执出去啊，啊，缘所自然助力现。这句话什么？这个要给大家，你要发愿呐。假如你不发愿呢、啊？你没有愿，跟佛不搭不上。佛是48愿，究竟无边苦痛。你一个众生不救，你怎么去翻译？说自力现愿力也，啊，愿力现，一步一步迈向前。啊，生老病死是自己呀、啊，你老病苦靠自己，啊，病苦哀嚎是自己，无病无苦靠自己。啊，心一正道不偏心啊，举世坚持靠自己，都是自己要去翻越的啦。啊，不说名利啊，名闻利养啊，精进不懈靠自己，说进退无人可替啊，可相替啊，诸佛啊，啊菩萨诸善力，能助一时啊，一家子，加上你上不去了，给推一下。你就上来了，就像我现在在讲佛的开始，啊，就是给你们推的来。所以啊，不说名利养佛，精进不懈靠自己啊。所以给大家讲，进退无人可相替啊。啊，每个人都要靠自己的改呀、啊，身体不病的啦。花花很棒的嘞，像我学得很开心，啊，每天站在一直在超度，把佛的本事都学到，啊，做无做无做做，啊，所以啊，个性习气但要改，改过不放靠自己，所以这个万法与心上调。精进成就靠自己，说自信了、啊、不惧啊，啊，考验性，坚信突破靠自己，都要的嘞。像我们现在相关大法师给比丘、比丘尼、师众弟子讲，啊，为什么要坚信？
啊，这个见性对你好处就是能做主。啊，人家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一个众生的问题啊，很好解决的。现在我也给啊，我们比丘、比丘四众弟讲，佛开示要好看。啊，佛叫你改，你要改啊，才有恶力。假如说佛开示你都不改，就没恶力啦。还严重的嘞！啊，我们需要恶力呀！啊，所以就是度众无自己啊，见性慈悲般若智。对自己帮助很大的。人道来讲啊，啊，能闻到大法，可以讲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能够向前行，像我们闻到大法，啊，脚踏实地，啊，向前行。像你要看我，我今天不是真行啊。佛不会讲说殊佛不布施真行，像我劝大众讲啊，每个人要真行，你就找回自己啦。啊，现在你看看这么多的众人，我也给众人讲，我们空中有四张牌位啊。啊，十张牌叫阿弥陀请念我弟子妙音。啊，始从今日来之命存，归佛陀两至尊，归达摩离中尊，归圣洁诸众众，都可以上去念我。啊，不要再找我们师众弟子找我，我们太忙了，很容易就可以进去的了。像我也给大众讲啊，念佛很重要，真心很重要，啊，脚踏实地很重要，啊，步步皆为众生行，啊，无有言思思之自为行。像我过了，现在跟老师讲话，我才知道，哎呦，我真自在，啊，像我本来我都不喜欢这个东西的。我只要救人，救无救无救无救。像佛在讲，步步为众众生行，无有事事是为自己。啊，无人啊，无人能有如此行。所以心啊，佛心佛愿与佛行，只当孝学此心行啊，不枉此事净土行。这四众弟子一定要听，这篇很棒。真的，像没有人讲睡觉还在超度，我在超度的。都要超啊！啊，战战兢兢，日日过，无有一日是空过。所以啊，净土中本部建盖起啊，需要大力承担。像我也给魔众讲，啊，人是正法，佛是在救，也是救你魔众啊，啊，魔众啊，你啊，你能听得进去，你就赚到了。现在魔众啊，啊，都是变大地哦，一粒沙都是哦，啊，水锅里面都是哦。那是小魔啦，啊，真正的大魔啊，越狠心越在火焰喽，出不来的嘞。啊，不要以为讲说，哼，我是魔种，
啊，一手遮天。不可能一手遮天都有因果的啦。像没有人讲说你欺我的这么厉害啊，给我弄眼睛弄什么，我也不恨你啊，就是要带你去西方。家里面啊还跟你的魔王你就输掉咯啊，能够加入弥陀救世团队你就赚到了。像现在佛也给他啊，我有一日空过净土本部见盖起啊，需要大力承担，无惧啊诸魔来干扰，慈悲永志啊啊伏群魔，是为啊突破有一桩。所师东弟子啊当其心啊说带领往前走，每个人都可以的嘞。像我也给啊，现在比丘尼啊，现在外面很多，超度没那么简单啦，一定要跟佛对语啦，真的没那么简单的嘞。啊，一定要送往西方啊！来我们贵宝地问佛，你超度啊，没有那么简单哦。啊，不是念一念啊就好，没那么简单。要千万年往生西方，只有相关大佛师。我给大众讲又听我。像我们现在学净土啊，重点在佛心啊。啊，你没有佛心佛愿，那不是佛法。啊，像我们今天也给大众讲，你有佛心佛愿，你就翻译。啊，你没有佛心翻不了业的。像我不随意人啊，啊，自己个性可以突破啊，你就见性啊，不要讲我不行，个性改就行了啊。每个人啊都要靠自己啊，都在你自己手中啊，啊，不会啊，啊，枉此世间行啊。像我们今天呢、啊，啊，在世间能够闻到大法，叫净土法门，战战兢兢的进行，突破再突破，每个人都可以的嘞。很重要啊！突破了以后啊，你就见性了啊，没有一律空过。你看我今天啊，讲完这一场，我就无常起来了，所以佛才讲每日一律没空过。这么多众人在听经啊，啊，后天要送往西方的嘞。所以给比丘比丘的讲啊，好好的精进，往前，战战兢兢啊，日不要给浪费掉啊。像人家讲啊，盖净土本部压力，现在的老师压力是。我觉得我很轻松啊！我怎么讲轻松？我给他，这是救人，又不是救我。哈哈，
我是在救人的嘞。啊，你有压力啊，你的事情正在办呢、啊。像我们现在，我们也给大众讲这个钱呐、啊，在用到刀口，啊，这个小孩子每个人都救起来就不得了啦，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啊？啊，现在华开是很贴心的，对不对？啊，要说孝顺妈妈，知道哦。啊，所以啊，给大众讲啊，啊，慈悲勇智啊，能够伏魔群。啊，其实魔界很简单呐、啊，啊，都是个性，个性改了加入就好了。像我现在啊，你一进来我就观想千百把你吸走，啊，吸到华净土，现在华净土满满的了。你看，我都替你们想哎，啊，不要再干扰我们香闻道佛事，有没有道理啊？给我们、啊、好好把净土本部给盖起来。很容易的嘞，不得了。啊，所以要、啊、给大众讲啊，能够闻到净土法门，这次来这里没有白来。真的，像这个啊，幽灵来讲，鬼来讲啊，其实很可怜，死掉没去处，就附你们的体，一直附。啊，应该啊，现在我给大众讲，有适当排位，他就去就好。啊，我每天讲啊，你们都要听。啊，不要去干扰人家了。啊，干扰人家对自己的伤害最大，所以我给众人讲放下，自己造了业，人家现在带你去法净土，啊，你都有意了。像我现在不要看我在讲经，我还在观想你们上法净土，我是双管齐下的。啊，不能再啊干扰啊，所以放下吧，孩子们。放下忘不了的情感，难舍的人，放下曾经付出啊生命建造的家，放下辛苦赚来长辈留下的财富，放下身体我感我受的爱恋，这几句话很重要。就像我们现在啊，我有家，像修行呢、啊，你有后路啊，你不能见性了。啊，在这见这情啊，这个感情来讲。你也不能坚信，再来，啊，为了付出的建造的家，像我付出最多，现在实际都是我一手造的，买地盖都是我不要了，骗人的啦，啊，假如是你还是要，啊，有后路。你觉得啊，生老病死，像我给大众过去回不来了，你要抓到过去啊，啊，你这身体负荷不了。像看了我们一直老了，那是不对的，不能老啊。啊，现在我也给比丘律师这样讲。现在我们呢，变成了前人种树，后人折荫，啊，都要去开花，啊，给人家小一辈子的孩子能够成长，这是佛法了。啊，假如你现在还想你的家，你还有后路，你必须生病。因为就有这个家，才有啊业因果报的啊，而且是骗人的。你不要断气，一样也带不走，没人懂
啊，一分一毛啊，用来栽培孩子成长，你们就不得了了。而且啊，要发展身体的感啊，我爱我念，这都不行的嘞。前已啊，成过往，今已非当时。就要讲夫妻两个很好，年轻了，老了就变质了。而且夫妻俩看得懂，互相利用了，哪个是真心？人倒很悲哀的啦。啊，像给大众讲啊，不管你的家，不管你的财富，啊，不要讲财富，你身体都带不动。像我也给全天下人讲，智慧重要。我的表法给全世界人看，人不老，智慧如海，而且每天一直做。我现在发现了，24小时我做20小时。不然你可以问我，我给大家讲，这叫做佛法了，而且智慧如海。像我们今天啊，要给大众讲哦，我们欠人家很多。假如你还贪婪，爱这个家，啊，爱这个爱这个，一样还是很自私。我告诉你啊，你的身体就毁掉了，没有人救你的了，这很严重的问题。像现在人没有学我，很多人受苦的啊，不叫这受苦，都是自己没放下，不懂啊。啊，还在空间中无法处理，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像你是你自己吗？啊，你这三魂七魄已经进人家啊自己空间了，你不来我们贵宝地也不懂。啊，你还一直私心，一直私心，就把自己给害死。很严重哦。像现在你看空间这么多，很多在哀嚎的嘞，他不懂。像现在你们来我们贵宝地，香闻大佛是应该知道放下啊，放下感情，放下难舍的人，放下家啊，放下所有的财物。像这个财物来讲，你口气不来，一毛也带不走，没有人懂的嘞。像现在啊，身体给用走了，不是自己，身体就开始在垮了。谁害的？自己啊。像我们讲经很早就讲了，没有人听。啊，人啊，最好不要病入膏肓哦。啊，假如你一直抓紧抓紧，啊，抓紧这个身呢、啊，毁坏更快。啊，能够听得进去，做无做无做无做，救谁救你啊？没有人懂的啦。啊。所以啊，这个啊还在空中无法处理，以二道中哀嚎。啊，这些众生也曾经是过往的情众啊。像你们现在在我们贵宝地，死就是一个人，啊，你家里100个人，三个跟你都没关系，都是你一个人死。像我给大众讲啊，自己要赶快积德啦。
啊，主要是救自己，没有救别人啊。家里还贪婪，为了家，啊，给家设计，给家怎么，你就输掉了。啊，受苦之罪，你有。像啊，佛啊，讲经讲的，啊，很清楚的。啊，常常啊，也佛法讲，不是冤家不聚头。啊，像你们这众生，啊，曾经是过往轻重，啊，难舍众家亲眷属同参道友，只是如今改头换面，不记得过往。人道很苦啊，只要有情感都很苦，没人懂。而且占有力又强，就把自己给毒死了。像我们人道来讲，啊，把自己忘掉，做无做而做，啊，不要一点个性的一个念头就把自己给毒死了。像现在人呢，啊，感情好难分难舍。也无法转得来。像现在看到生病有没有本钱？没有了。啊，人的身体啊，千万不要病哦，一病就输掉了。啊，像我们现在也看到排位啊，不管谁的排位上。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的个性都不一样。这句话大家可能听不懂，啊，每一次不一样，每一次都在轮回，很严重的嘞。校长，你在今天来学佛，能够取一社会回归社会，我给大家你就赚到了。真的赚到了啊！你今天呢，好好的跟佛学，不然我给大家你们六道无法处理的啦，也没有本事处理啊，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像我们在战战兢兢的给大众讲啊，看不化解你必须要。啊，不是我看不化解要做几年，几年就尽兴了。啊，像以前呢、啊，啊，净空大法师讲，啊，参加施工叫他放下，做三年。那时候我是没闻到大法，当下就放下。三年啊，成就了。啊，真的，没有人懂的啦。所以给他增加。不放下害谁害你？啊，第一个不能见性，再来你会生病，而且不能做主。啊，你保护你的家财，一样也用不到。啊，损失可大了。现在佛法来讲，六度里面叫布施，你能布施啊，赚到了。像我一辈子都在布施啊，啊，我也不用，都给人用。啊，像你们每天吃这么好，我不吃这样，我做清汤。真的很快乐的嘞，对自己啊帮助很大。像我们今天一定给大众讲，这人道是骗人的，只有学我是真的，能够学到大法，啊，把自己提升，找回自信，你就没有白来呀、啊。
像你看到我就知道，对自己要有信心啊。每个人都可以，都是父母生的。啊，假如说你感情很重，你就输掉了。啊，你有感情啊，你不能转，你会被干扰。你看，甚至你看每个人在哭啊，啊，感情都很重，但回来，就是一个人，啊，说行为自信啊，人不被转，啊，不被干扰得定。世界骗人的啦。啊，说般若知现实啊，以为此事，啊，此事家亲眷属的就是，所以要给大众讲，啊，什么叫做般若知啊知现？常言，那就是般若知现，啊，不是短暂的，啊，我现在很舒服，啊，感情很好，啊，这个短暂啊。付出代价太大，那个谗言啊，感情骗人的，往直走就是危重，跟佛一样，把自己细胞停止不老，撞到了，啊，相信自己能突破，啊，相信自己能成佛，像我对自己都很有自信，向来净土本部，我给他哈气，哈哈。叫做简单了，啊，某种要一锅疯哦，啊，大家都一锅疯，我才不会呢。做无做无做做，啊，所以要知道相信自己很重要啊，像我都很相信自己，我信佛，做无做无做啊。啊，所以孩子们，相信吗？相信自己有跟佛一样自信佛性，有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了。像我叔师姐啊，就是在跟佛学。现在我在超银河系，啊，跟宇宙几万人都在打开的啦，没有人懂。啊，一定要相信自己啊！啊，只要被无明业力给盖住，只好啊，只要好好修行、精进、净化，改个性习气、勤众超度、转业都可以。像我们这里好处就是勤众的，啊，不管你身体出问题，勤众，啊，你不要看见一大堆就出来，咚咚咚咚咚咚。啊，医药医不好的啦。现在学佛来讲，啊，越修越有智慧。啊，这个智慧是什么？啊，越进化，那就智慧如海的啦。像我们今天啊，啊，给大众讲，不学佛来讲。啊，真的学得定，很简单的嘞。啊，这叫做自信弥陀，唯心净土了。像我对我自己做的事啊，啊，一百一百的啊信心。啊，你能够一百一百的对自己有信心，你就开悟了。啊，现在人呢、啊，做个事情要顾虑东顾虑西，我不顾虑的，我就直线做就做，就是这样，没人知道的。啊，而且给大众讲啊，突破，人家空间都不能突破，我一直在突破空间。像现在我给大众讲的，啊，你们念头要好，你的身体空间很大的。啊，你们看常能法师还是贾宝瑞永明法师，这样身体啊，从脚
走到哪里用血液走的来，不然到不了。看的空间有多大，还看到这血液里满满的重灵。像现在我给大众，啊，我们没有本钱呐，给全世界人讲，给大众讲要听哦。啊，你假如真的不改啊，你没有本钱，你必须生老病死。所以佛在讲的个性习气要不要改？要哦。我不要个性，也不要习气。啊，我更不用想。我有佛啊，啊，可以对我想他干嘛？啊，只是看到问佛这可不可以做，佛讲可以就做了。很重要的嘞，像我给大众讲啊，佛法很浩瀚的嘞，啊，你只要听啊，啊佛的话，转业很简单，啊，你说人家宣布你是癌症肿瘤，只要你真的听话，都可以医的嘞。没人懂，啊，好好的经营自己，对自己帮助是最大的嘞。啊，对自己啊，能够尽心，啊，可以把自信啊、活性找回，啊，只要好好修行啊，精进进化。像我们俩有自己的主观啊，那就无名盖主了。假如你啊，佛讲的无量寿经，你就依教奉行，啊，我给到你就赚到了。没有人懂的嘞，啊，像我们呢，啊，佛性之心容不容易？容易。像我们人到最笨了，把自己抓得很紧，嗯，要不要抓紧？不用。像我们找回自信本能，容不容容易？现在佛啊，就在相关大佛寺啊，啊，给大众讲啊。主要你是灵性的提升啊，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你灵性不能提升，你不能度众的来。啊，你灵性的提升不得了啊，跟万物都可以对话。啊，这身体是科技的科技。我们要这思维干什么？像现在的思维笨死了，思维你也不能解决，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啊，想来想去毒死自己了。我给大众讲要听，啊，所以给大众讲要听哦，啊，像我们现在的，啊，来我们这里啊。找回自己容不容易？提升你容易。啊，给大众讲，在这里啊，好好的拜佛，啊，念无量寿经，净化自己，啊，能做无做无做无做，啊，精进进化，主要在这精进进化。那这个精进进化，可能大家也听不懂。啊，什么叫精进？二六是把符号抓住，头部不能乱想。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你就赚到了。那个叫做精进进化。
每个人都可以的嘞。像我们身体又是啊，我们不像人家扒了农忙营养没有啊，真的啊，越进化就提升灵性了。像我们现在啊，跟佛一样自信佛性，可以的了。不晓得珍惜的啊，所以啊，相信自己很重要啊。孩子们，相信自己吗？相信自己跟佛一样的自信佛性啊，只是被无明啊业力给盖了。这个无明啊，很多人听不懂，就是自己会闷啊，会生气啊，而且这头部就被控制了。像我们今天修行，它是明、清啊，只要好好修行，精进净化，改个性呢，请众超度转运。我们这里请众很容易的啦。像我也给众生讲啊，干扰对你伤害最大了，很严重的啦。像我们呢、啊，自信能做主，佛性是慈悲，啊，自信佛性找回自己简单。像你们啊，跟着佛应该要快乐，像我快乐不得了。像你们为了自己身体啊，啊不快乐，你们就输掉喽。啊，每天欢喜充满啊。啊，同阿弥陀佛，同老师，就是祖宗啊！而且啊，孩子们拥有身体的优势，可以提升灵性。像现在给大众灵性一定要提升，像我现在给大众讲，我们主要进化就是灵性的提升。很棒的嘞。啊。啊，对自己啊，能够提醒啊，提升灵性啊，救灵界可以救人道，都可以沟通的啦。像现在看到我们的比丘尼，在法门都是灵界沟通的嘞，都是没有身体的。啊，这是孩子一定要相信师，重要是用人生啊精进修行。像我们的身体啊，我也给他的为什么佛讲用人生，像人道来讲，这身体啊它是非常复杂啊，只要你有念头你就被附体了，你善念还没有问题，恶念附体就多。现在我们啊，在佛在教学来讲，都叫你啊纯净纯善，啊叫你出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啊完全救度自己的，像我们今天啊，为什么坚信身体是科技的科技啊？啊，发挥救度精神，就好像现在灵界来讲，那四法界只有一个地球是有身体啊。啊，剩下的给大众讲啊，都是灵界啊。下面不要看看那个红鹦鹉，啊，我今天呢坐在，它就飞到我们的电线杆，电线。啊，每个人表演什么？倒吊。啊，倒吊就在这，
阿嬷，你有没有看到我倒丢？啊，结果我就叫海亮啊，不是，孩子快来看倒掉，啊，结果他要我也要，没有一拍就倒掉。哎呦，这个红鹦鹉真很可爱，才知道啊，啊，你只要做好事啊，你看你这里连那动物都对你啊，啊，屈服的嘞。啊，看一看这个红鹦鹉，啊，都是贵族来的。像我也给大众讲人的长相来讲，啊，长得好啊，都是贵族来，像鸟也一样，啊，有的歪里八气，啊，你家长得这么好，都是要修来的啦。啊，说行为自信。啊，人不被转，不被干扰，得尽了般若自性。像我们在贵宝地给大众讲啊，对自己啊，一百一百啊，啊，要有自信啊，啊，以为此事是啊，家亲眷属的救死啊，每个人都可以的嘞。像我们今天呢、啊，啊，你说孝顺，啊，孝顺主要是灵性的提升呐、啊。假设你在我们贵宝地修行，没有灵敏觉知，啊，那我给大众讲，你没有改个性。只要在我们贵宝地呀、啊，你灵敏觉知啊，我给大众讲，啊。越来越有，那表示你进步了。像我给他说的，啊，我们都跟火对雨的，不是天王爷的，真的。啊，所以啊，以为此事家训得救，啊。所以要给他真的放下，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所以放下，啊，孩子们，感情难舍，啊，放下这个已付出生命的建造家，啊，放下专来啊或长辈留下财产，这个很重要，因为我给大众讲，我们一毛带不走。啊，能用到刀口啊，对自己帮助越大。像我们的香闻大师好处在哪里？你看有弥陀尊，啊，你投资给他建设，啊，你有一生就能往生西方。我们这里跟外面不一样的嘞，啊，不是养老院是等死，我们这里，啊，养老有人念佛，有人往生西方。我给他种讲要听我，而且不会生病，啊，有病有病就请重，不然现在老人哦，啊，越走越痴呆，然后我们的弥陀尊啊，他越走越轻，不一样的啦，就像我啦，啊，越有智慧。这是佛法，所以假如你们呢，啊，这个越老越受苦，那是不如法的嘞，啊，说放下不是啊，不念经啊，哈，过了，给大众讲啊，一定要听我的，啊，因为我好心劝你，在这个香闻大佛寺啊，他不病不死的。啊，所以要相信自己。啊，佛在讲相信自己，孩子们。啊，相信自己吗？相信自己有跟佛一样的自信佛性吗？啊，只要被无明啊得盖住，只要好好的修行精进精华，
改革积极，群众超度，啊，可以把自己自信找回来。可以的啦。像我也给大众讲，我们只要是灵性的提升啦，没有人懂。啊，你假如能够啊灵性的提升啊，给大众讲要听哦。啊，这个灵性提升一定要进化，在我们贵宝地啊，啊给大众讲啊，充实内在，人不会老的。像我们人道来讲，光阴啊，啊如箭啊，啊一老了就不得了。没有人懂，像你要听经啊，啊，原来我能成佛，谁都可以。像老师啊，常常以前在我们香光大佛寺群中，啊，一来就弥陀弥陀念弥陀弥陀，原来是弥陀。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给大众讲，你们都是佛来的啦。啊，那今天为什么变成这样？污染了。啊，所以相信自己一定能成佛，对自己帮助很大的。现在我们这里，老人不会痴呆，啊，越来越精明，灵敏觉知。啊，年轻人不会老化，灵敏觉知。啊，只要你一笑奉行，就把自己给找来。啊，所以看这里才是相信自己啊！啊，同阿弥陀佛，阿老师就是独同，哎，而且还是拥有身体的优势，可以提升灵性。像你们在我们贵宝地也看到。啊，真的，啊，灵敏觉知啊，他不会老的嘞，不像人家现在讲说啊，老人痴呆症，哎，那个是想的头脑爆炸了，像我们这里都在进化。啊，现在我们这里不只有救人界啊，啊，也救人道啊，啊，这是孩子一定要相信的事。像我们人道先来这里学习，啊，把众生给解，不然人都会生老病死啊。啊，主要在精进啊，像我们这里需要每个人都能见性。啊，见性的好处在人救你哦。啊，重要用人生的精进修行。带动呢提高灵性的质量，直至见性。像这个提高灵性的质量，我讲你不能用生与欲啦。假如你头脑还在一直在想，那你就没有这灵性的提升了。那灵性的提升容不容易？容易。啊，像人讲见性啊，啊，不用去啊读书，见性过去未来了如如掌的嘞。像我们现在给大众。啊，不管宇宙还是这个银河系，都是灵性的嘞。像我们现在跟佛就是灵性的提升，可以跟宇宙银河系对话的嘞。像这身体你不去发挥，那你就太可惜了。
啊，要践行啊，啊，践行才能真正发挥救众的精神行动。所以，践行是孩子目前需积极的形式。那现在问了，哎呀，怎么践行？没有念头，二六十种，那么不管做什么都是佛，不管做什么都是佛。啊，你呢？二六十种花不断，净化头部，啊，净化心，啊，等你眼睛张开，看到了。没有污染啊，空间开了。我与大众讲要听哦，啊，跟佛一样的自信佛性，佛在给我们开发的嘞。啊，所以给大众讲要珍惜啊，主要在精进，啊，不要拜了堂的就睡，啊，超度也睡。那我告诉你，啊，一百年你也不能坚信。人体要开化的啦，像我们这里好处啊，超度转业，啊，越超度越精进，啊，越超度啊越找个个性。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小孩子啊，啊，拥有身体的优势啊，没有身体修不来的。你看身体这么复杂，啊，身体复杂怕不怕？不怕，因为它有过去的过去。啊，你只要活在当下，啊，把自己啊灵敏觉知给找到，给这种空间都开了。要相信自己啊，像我们呢、啊、最好不要无明。什么叫无明？思维一直想自己啊，想自己的利益。那我告诉你，你是无明，你不可能坚信。而且在我们贵宝地开悟很快，可以请众啊，众生一直请一直请，身材一直清明。阿家你不改革心，众生请没用的啦，真没用。你又把他想来了，好严重的嘞。所以啊，给大众讲啊，你要请众，第一个个性要改啊，才能够把自信找回来的啦。啊，不能不懂的嘞。像我们这身体的优势啊，能够把灵性给提升的来。假如你自己懈怠，你一生就白来了。而且没有防业，众生这么多，你怎么防？所以我们啊，一定要知道要会转业啊，不被这个五浊恶世的干扰。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所以给大众讲啊，拥有这身体啊，它是科技的科技啊。你越进化它啊，灵性也提升。啊，现在我们也给大众讲，千万不要有个性啊习气。假如说你主观很强，看我很强，你的灵性绝对不干净啊！你能随缘妙用，做无做做做做啊，做做做再做，
吃亏要不要走？不要怕。啊，只要你不给你呀、想，心不动，找回自信很容易的。啊，所以可以把自信佛性找回来。啊，这句话可能大家听不懂，自信不是能做主吗？啊，佛还加一个佛性找回来，佛性是慈悲啦。啊，你越慈悲越慈悲啊，跟自己合起来啊，啊，可以显出自信的本能。这个佛性所讲的是佛语，啊，所讲的都是慈悲，所讲的都是为众生想。像这佛法给大众讲啊。啊，你赚到了。假如说你今天呢、不能提升灵性，在这里就太可惜呀、没有人懂的。啊，而且呀、给大众讲啊，像我们现在人道来讲啊，进行中啊，眼前许多事情都在进行，就好像人生的啊生死防护啦，生老病死的进行，现在人道是这样的，而且现在都在轮回啊，人道的诸相，各种情感啊，竞争伤害的剧情，像我们很会看，以前喜欢看电影、看剧场，啊，你看看呢，也是我们的剧场。没人懂，像人体很珍贵哦，学了佛才知道，啊，人道的诸相啊，给大众讲啊。随时在也镜中啊，无常变化。只要你能看得出来，你是修行的。像我们相关啊，大佛是啊，珠子福报很大的嘞。啊，福报在哪里呀、能请众。能法会啊，超度，外面没有的啊，只要你越精进勇猛啊，给大众讲，你要来见性很容易的啊，主要给大众讲，改个性很重要。假如我们今天呢、来在贵宾室，一点个性不改，而且最怕就是嗔呐、很容易生气，你这人不行，啊，一定在佛缘第一。像我给大众讲啊，人到身体要注意哦，只要你成肺啊，身体就是像是佛缘第一的了。啊，你能够学到服务大众。帮助人开悟，救度众生，啊，而且做无做，啊，练无练。像我给他说，你要放业，你不拜佛，放不了业的来。像现在我们最好的老师啊，阿弥陀在教的来。啊，看你啊。能吸收多少？假如说你一天呢、原地踏步，那就太可惜了。
没人懂。现在修行啊，哎，充实内在了。啊，修行呢，你没有内涵，修不了的。孩子们，佛法是心法，一切以心为出发点。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啊，看好，想好，说好，什么都好，这是心法。假如你今天啊不能充实内在，看好想好，那你就输了，来我们贵宝地就输掉了，绝对不能践行啊。像我也给大家，你不会观想念佛啊，你这个身体啊就给被附体，你能观想念佛往光去啊，身体能量一流的来。啊，说心法无形的，无色无味，却有能力主宰一切。这句话好像代表什么？这个心就很重要。啊，什么你都看好，看到这里好，这里好，那里好。你开悟了，而且呢，开悟以后，阿赖耶识有能力主宰一切，啊，蕴藏着无限的能量，所以要给大众讲啊，啊，你的心为中，啊，做无做无做无做。啊，善用善调而能入心。若能懂心啊，将人啊烂心发挥最大效果。像为什么啊，灵界呢要往生很难？人道就是有这个心的，这心改了纯净纯善。啊，你什么都看好，你见性的。就这么简单了 啊这样的啊，养心养心跟佛心一样。哎呦，给大众讲啊，真心无限啊，啊，无心无边，不得了啊！像现在我们呢，把这身体把它局限大了，不能发挥啊。就为了这身体，而且轮回。现在人道都是这样，不懂。啊，假如你有在我们这里听起来，这是身体要放，身体要做啊，做无做无做做做做做啊，啊，既往真看好想好做好。这就是宇宙的准则了。假如说你今天呢，啊，个性不改，还是自己的主观，你不可能见性的，而且你会生病。给大众讲要听我，像我常常说，啊，存好心做好事，行好事做好人。你不要以为我讲的这么简单，要去做。啊，只要你要改啊，看好想好，净化身心啊，啊，让心渐渐现出本来能力的面貌，才是真实的内在。像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你心转了，啊，你的命也转了，没有人懂。像我们呢，学我有没有压力？哪有？你有压力不成才，
啊，你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呢、啊。人家教你翻页，你还有压力、啊，那你不要不成才。你这人已经淡掉了。我给赵仲权要听。拜个佛念个经都不行，哎呀，真的不行的，怎么能见性？不可能的啦！你这次来出师就淘汰了，没有人懂啊。假如你能够改个性，净化身心，看好想好做好。耐心呢，渐渐出本来的能力面貌，才是真实的内在。看到众生苦啊，啊，我一口气在，我都要度众，啊，耐心能自在的运作呼吸，不受业力的控制。啊，像现在我们啊，被业力控制水害的肢体啊。啊，身是借你用，你不会去发挥。啊，怕身体辛苦，你不能尽兴的啦。啊，业也不能放。像现在看你们排位这么多，哎呦，这么烦呀、啊！啊，假如你能够精进呢，还是改变。让心与自信呢、啊，渐行很容易的来。像给大众讲啊，修行啊，充实内在过程。这个可能大家也听不懂。啊，充实内在啊，啊，能量就是看好，没有一样不好。啊，我一定成功，要有信心。啊，一小步一定，人的尽力就可贵了。啊，假如你不能尽力，那给他你就太可惜了。啊，像我们学的这个大法，很容易见性的。啊，所以佛才讲，啊，在此过程中可以感受心的宁静与踏实，而且空间打开，眼睛都看得见，啊，通通无尽的。啊，这个给大众讲，此为转业了过程了，啊，待心转身转，啊，即全转。啊，人就没生老病死了。啊，所以即使转业不受业力干扰障碍，而入见性之时，每个人都可以的啦。像我们今天呢、啊，也给大众讲啊，要发挥啊，啊，发挥的好处啊，啊，给大众讲。像我们现在啊，需要佛光，需要能量啊。现在五浊恶世啊，人心啊不懂啊，啊，你没有能量，附体就多了啊。你能够有机会进化，找回自信，由自己做主，是身体啊，身体啊，现在身体都不能做主啊！啊，正当努力哦！啊，对自己也帮助很大的嘞。而且给这种讲。啊，此为转业的过程，
带薪转身体肌群转，即使转业不受业力干扰啊，障碍而入渐行。只是像现在人体，我也给赵总讲啊，它是科技的科技啊，啊，以假修真，千万不要为这身体付出的代价，随他的个性就把你们给毒死了。啊，所以真心很重要。很多人呢不晓得，每个人呢每天都在进行，啊，慢慢的，啊，老化。像自己啊有家庭的人就看得见了。啊，祖先在哪里啊？死了。啊，有的福报比较不多，父母在那死啊。人体很脆弱的嘞。啊，希望大众能服务大众。啊，跟着佛。啊，能拜佛念佛，无量而念。二六时中啊，救度众生，永远进行无学习。啊，你大部分都可以翻页。很多人不懂啊，精进为啊，精行中勇猛精进，轻重啊都可以啊。像我们这里相关到轻重啊，都在轻重的了啊。双管齐下，需勇猛精进，循回自省。啊，行之不懈，直至见性。所以见性后度众生，身心系进行不同的。像有法会啊，我就讲啊，三十七年的法会啊，大众诸子身中诸众，愿诸弥陀一见，在我们相关的佛事，可以讲啊，给大众讲。条件，世界没有的嘞。啊，所以给大众讲勇猛精进啊！啊，佛在教我们一生的本事，把自己给救了。真正的发挥啊，救度的精神啊，行动。像我们相关的比丘、比丘尼，说要不要积极要？啊，越积极越积极，要提高灵性的质量。像中医要把脉，那灵性提升不用看脸就知道。啊，佛是大医王的嘞。像现在里面，大家也知道十法界、九法界都是灵，大地都是灵，啊，银河系啊，宇宙都是灵，啊，假如你不跟灵性的共同，你就输掉了。啊，身体可不可以跟灵性共？可以。啊，你越灵敏越灵敏啊，就能跟。啊，这个空间沟通的来，啊，假如说我们今天呢，还是分层调取，那很难。啊，这个心真正的诚心呢，念出去的蛮不错，你都可以翻页的啦。没人懂。啊，所以给大众讲，心诚信佛，啊，即是极乐果，啊，众生当要即是行，很重要。